喂，有病呢！走了，上课了。哦，还在干嘛？赶快下来哦！快了，赶快走喽！现在要计时到喽。那个变速箱这边呢，它的这个螺帽呢，把那个动力切换呢，稍微看一下啊。画夹，我在那个谁啊，不要再滑了。哎哎哎，猴哥，那个，跟你说一件事哦，我遇到艾文了，真的？哪里哪里哪里？哇，我们冠军长大了，冠军！太神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这，哪里？这里。哦，佛光山啊！你明天要穿什么衣服？就穿这样啊。就穿这样。对啊。好无嘞，穿不行吧这样？你要穿这样约会？约会？你赶快去换衣服，赶快去换衣服，穿这样不行的。我帮你看，行吗？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先这样喽。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你在那边走来走去干嘛啦？你不懂啊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知道吗？菜鸡。你觉得要先下去等吗？看你啊。那我先下去好了。你外套不用拿哦，外面很热，要防晒吧？哦。你钥匙没拿，你要跟艾文走路去是不是？哦，抱歉。哼。
久了吗？没有啦，一下下而已。走吧。好，出发。等一下我们要去科大讨论专题，你要记得来哦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在这里讨论就好？反正你就来就对了。哦，好。你也是艾文呢。蛋糕太小了，干嘛啦？你是嫌我们蛋糕很烂是不是啦？对啊，洛伟全就乞丐嘛，买不起。我刚刚其实去买的啊。哇，辛苦哎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不是最大的惊喜啊，最大惊喜还有别的啊。还有别的啊？对啊。惊喜是什么？那个。我。小力一点，不要弄坏。不是哦，白痴，怎么没买蜡烛啦？哦，就拿香烟当蜡烛就好了哦。白痴，谁会拿香烟当蜡烛啦？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算了，就直接这样吃就好了啦。吃，我先起个 key 哈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吃饭。嗯，自己一个啊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
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你毁了，雨下着，你望着，你走了，都回不去了，像从前快乐。冠军，你不能再这样子了。嗯、啊，我怎么了吗？不是啊，你从庆生会那天回来，你就怪怪的、啊。你到底是怎么了、啊？其实啊，庆生那天。哦，原来啊，你说是他吗？对，嗯，好，这样不行，我们陪你出去散散心。走走走走走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啊？那我们来去高雄。来去高雄。Let's go。真热情，世界一流，高雄港，美丽夕阳西岸。我世界地主奇观，搁有莲池塘，来这打卡按个赞。晨钟暮鼓佛光山，纵然佛陀纪念馆。怀旧大港领事馆，耶！一心二圣三多四维，五福六合七贤八德，九如十全高雄鹿鸣有意义，和景好地。哇哦 ，so fantastic，so fun！加个好生，铁道文化很马新，内蒙传统松江金，高雄发展好家气，经济起飞大赚钱。白痴，啊你们停下面不怕被拖？没事啦，你擦啦，可以啦。好，谢谢大家自己会陪我这样到处乱跑，谢谢。白痴，这一点小事。总之现在汽车当然复活啦。嗯，你们玩这两三个月。啊，那你们明天的专题呢？干干干干！这个是花絮，这是花絮。你吗？你是说？第第就是第一幕，第一幕。戴过帽子，冠军。好。这组的背不舒服。我还是地板。这个比较后面，但那个比较软。这个背不舒服。
你没有差很多的感覺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娃娃脸。我没有差很多。你没有差很多。我看，我看。我都